老板，给我一壶酒。好嘞，慢用啊。老板，再来一份生煎。啊，稍等。吃吧，老板，下次啊。好。吃不饱，看你这个不行啊。还有这个。看来他是不会来了。伯父，嗯，看好他，不能让任何人靠近，更不能让人知道。好，知道。司令，司令，这都快7点了。 您忘了，穆小姐还约了您一块吃饭呢。快走，快走。好。快点，快点。这里有人了。是我，谭玄林，你让我来的。 真的是你啊！我还以为你不来了。怎么会？你怎么喝这么多酒？因为我今天高兴啊！如果不是你，我妈妈和哥哥的仇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报。谢谢你。来，我敬你。哎，走走走，你喝多了，回家啊。嗯。哎。 没醉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这儿吃饭吗？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我最爱的生煎包铺子。小时候，妈妈总带我和哥哥来，这是我们三个人的秘密基地。 但现在他们都不在了，就没有人陪我了。别多想，没关系，以后有我在，我陪你。你还说陪我，你都迟到了。对不起，我是有事耽搁了，以后不会了，对不起。那我要罚你。 罚我什么？罚你陪我去看上海最美的夜景。现在？嗯。太晚了，我送你回家好吗？孩子开车，我们去佘山。这么晚了去佘山干什么？佘山上海最美的夜景啊。山上冷，我们回家好不好？不回。婉清，别闹了，听话，这车是我的，你得听我的。 车是你的，但你是我的朋友，所以你必须得陪我去。什么朋友？ 我才不想当你朋友。那我自己走着去。哎，婉清。好，我陪你去。 谭四，开车。嗯哼。